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韩国公司。今天我们有幸来到韩国区块链研究教育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韩国区块链的技术与发展。삼총장님안녕하십니까네안녕하십니까먼저중국네티즌분들께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에대해소개부탁드리겠습니다안녕하십니까저는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사무총장을맡고있는도상혁입니다저희 KBCI 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은2018년4월에설립을한교육전문기관입니다저희 KBCI 교육원은한국정부그러니까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로부터전액예산을지원받아서2022년까지 AI 및블록체인전문가를10,000명을양성한다라는한국정부의큰프로젝트를수행하고있는전문교육기관입니다그럼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만의특징이무엇일까요저희 KBCI 특징이라고하면인큐베이팅시스템을저희가도입을하고있습니다인큐베이팅시스템이라고하는것은블록체인교육뿐만이아니라취업창업스타트업까지원스톱으로저희가지원한다라는그런시스템이되겠습니다한국과학기술정보통신부는올해약400억원을투자하여한국블록체인을발전시키겠다고밝혔습니다한국블록체인의미래발전에대해서어떻게생각하십니까또한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을발전시키는데어떤계획을가지고계신가요한국은앞으로약한4년간한3000억이상의예산을투입을해서한국정부가추진하고자하는블록체인기반의뭐투표에대한개표이거에대한투명성을블록체인으로하겠다그다음에어떤회사들의회계라든지이런부분들도위변조가안되는블록체인기술로하겠다그러니까여타의모든부분들을이제산업적용에한국정부가이제는박차를가했다라고볼수가있겠습니다지금까지저희 KBCI 한국블록체인연구교육원이2018년도에설립을해서올해상반기까지블록체인 AI 전문가를약1300명을배출을했습니다그래서앞으로2년간저희가추가로또한1500명이상을배출을하는그야말로블록체인사관학교라고해도과언이아닐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앞으로저희교육원이추구하고자하는것은전문성을좀더가미를해서블록체인뿐만이아니라 AI, ICT 융복합이런부분을좀범위를넓혀야될계획을저희가갖고있고요두번째로는그래도중국이한국하고는미래의어떤동반자이기때문에저희교육원이그동안준비해온노하우를중국의어떤학술단체나중국의대학이나이런쪽하고포럼이라든지이런쪽에많은교류를통해가지고저희가그동안준비해왔던커리큘럼교육에대한전문성들을같이교류를좀하고싶은그런나름큰욕심이있습니다善良理事长先生您好、哎、你好区块链作为一项新兴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下面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区块链技术好的大家好我是韩国区块链研究教育院的理事长善良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人民网的采访区块链呢是信息技术的一个术语它本质上呢是一个共享的数据库其中的数据和信息呢具有全程追溯不可篡改集体维护公正透明的这个特性区块链呢最近几年被人们所广泛提起我觉得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资产的价值上升造就了很多财富神话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这些数字资产背后的底层技术也就是区块链技术第二呢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区块链技术呢将更多的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韩国区块链研究教育院作为由韩国科学技术通讯部许可的韩国最早开设的区块链研究教育机构目前都开设了哪些课程呢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教育院中最有特色的课程是6个月的这个青年核心养成课程，它分为3个月的理论学习，还有3个月的实习课程。在学员进行6个月的学习之后，我们还会联系韩国国内的这个知名的区块链企业，举办就业说明会，来帮助学员进行就业。其次呢，我们还与首尔市、瑞草区以及韩国其他的这个各个地区举办了不同的这个区块链的专业技术培养课程，包括1个月的这种核心技术养成课程。另外呢，我们还举办了为期1周的区块链入门课程，来帮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区块链。其次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邀请行业内的大咖还有学者不定期的到我们教育院进行特讲，来让我们的学员更加了解区块链的发展和现状。我觉得呢，我们教育院在发展过程中，期待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起来为区块链的事业发展做出共同的研究还有教育，一起探讨。也希望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谢谢大家。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抽出宝贵时间，让我们对韩国区块链产业有了进一步了解。谢谢。谢谢。